妈，你吃这个吃的 OK 吗？OK。因为中风不会表达。然后你吃葡萄籽嘞？也是 OK 哦，比较好。嗯，这个比较好。哦，你喜欢吃灵芝啊？嗯。怎么你会吃灵芝？你吃灵芝怎么？因为哦，就是你，我本来我要吃脑油给他吃哦，不要，我就吃可以吗？哦，医生给你那个药吃不好啊？没有，一下子就也是生病，是感冒这样。嗯。后来啊，不要紧，我自己看，哇，一下子哦就好了。哦，吃这个灵芝啊？哦。这么啊，因为它很好，它增强抵抗力的。哦，好像你很多瘤啊，在身体啊，你看会不会改善？它可以抗肿瘤、抗癌的。真的？嗯，很好啊。哦，人家问你的血压美吗 ？OK 啊，全部都 OK 啊，没这个啊。像这个是谁吃？这个是老公啊。哦。讲他也是 OK 的。好吧。哦，他每一次哦，他要做工4点多哦，他就给吃那个。没有啊，哎，那个麦片，麦片了哦，我就这边他每一次吃花旗参，你给他吃啊？有，你4天起来呀？他们那他自己啊，哦，他自己啊，我自己啊，每一次哎，他呢，很好喽，哦，真的是，我真的是，你很喜欢啊？你很喜欢啊？很好笑，发提升啊！你吃得好吗？哎，好，很有精神啊！跟我们的去新加坡做工很好，不累啊。嗯，你现在是第二关了啊？对，是啊，很有效率的，很好。你现在不像累了啦？没有，没当累，有点精神哦。真的，不是讲笑的。你吃几粒？两粒，一天两粒啊？啊，早上。哦，你去中午前了啊？嗯，那就好了，你继续吃啦。好，嗯，你拿去。OK 啊，走的啊，来，明天早上。